前几天台湾媒体又拿周杰舌吻林心如这个事情做文章，并推送回内地娱乐头条，然后周杰就在微博上面对此事做了回复，他否认他拍摄《还珠格格》曾舌吻林心如，并质问他若是真的为什么当场不抗议。网友们纷纷站队周杰，然后去林心如的微博去谩骂他。这个时候林心如工作室发了一篇微博疑似回应周杰，微博说品行自在人心，多说无益，但是带节奏我们不约。后周杰转发大神说周杰微博公开对林心如，到底他们谁在说谎，把此件事情推上高潮。文章详细述说了港台艺人和内地艺人的不公平待遇，文章有理有据分析了情况，网友们大怒，一边是支持周杰的，一边是林心如的粉丝，在微博上面热火朝天的骂战开始了，后面升级到林心如发长文你们骂够了吗，并针对近日事件做出解释。针对霍建华携妻子林心如现身机场手指镜头组拍摄仪式，林心如表示如果连指一下都不行，那不顾隐私肆意拍摄不是变相受到保护了吗？另外他还表示陈年往事被断章取义被曲解扑面而来，诋毁一个人不费吹灰之力，如果 diss 一个人让你们接得活得够劲，请你们尽兴，我不奉陪。所以林心如应该是不堪网络骂战才关闭了微博评论，虽然成年往事需澄清，但是也不希望骂战越来越激烈，毕竟还珠格格是我们童年最美好的回忆。好了，本期就说到这里，如果想观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